也挺多，瓦当，咱不懂这东西。这是卖啥的？家庭清洁泡泡。哎，新的老的都有，进去看看。这种对的话就是康熙的。这多少钱？这要1600。1600。这个清中期的，完整的，还有盖子。没毛病。1600。这清中期的。哎呦。这个。这个贵，这6500。6500。五六款。这口儿咋？口咋这样了？有盖子。这口这块不是很舒服，明代的，明代的，那个东西口那块不舒服。这多少钱？哎呦，九百，实在讲啊，实在，每个人都要。我看这个，这个4000。4000。这个质量好点儿，都有点毛，这不是有一点毛病，这毛病胆儿大。比较长，这个好。身上有点金线，有点金线。你这金线没有宣露，这价格有点弄不了啊。想要跟你商量一下，你差的有点多啊，你这个苏瓜了。这个不可能好便宜买得到的，这个我们原花本钱的。质量是不错啊。这缺肉了。精品，现在难受，这种幼水的。是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用这个。你这最低多少钱呢？八百块钱。八百块钱。800。哎呀。我也不挣钱。出不到。这来都这样。出不到。一点犄角叉嘛。缠得很厉害，这也不行。这怎么都釉光都是这个样子？那个完成。这都戳戳的，嗯。800还不行的，800那买不行，我能买得到。你这缺肉厉害啊。不缺了，什么假了。好吧好吧。哎，那俩瘦罐可以，那俩瘦子罐确实行。都残，一个大的残，身上有线，底下炸开，不是炸开吧，底下炸线，反正就是毛病，也就是不缺肉吧，只能这样说。要4000。那个小的缺肉，然后身上有线，然后得800。蘑菇蘑菇，那个小的可以拿。哎，这多少钱？800。天官赐福。画的稍微的抽象了点。天官赐福。哇塞，这秋操杯都有。哎，天官赐福。这多少钱？1500。那种瘦子牌还1500哦。那就有几个杯子。这杯子多少钱？要100。100？哦哟，100，100倒也。是玉嘛？那边是四个字。我的妈，全是带线。这毛口了，不毛口倒能玩啊？这。郁闷。